这个不用。好，你看这个。好，成印。好，笔笔来。好。2020年好吃的。OK， 擦个手了，陈老师。您拿这橘子皮吧，我就拿橘子皮。陈皮。对，拿橘子皮擦的。没事没事。换衣服。我去车里换一把把衣服。这里。车里换。哥要那个谁廖哥的车钥匙。啊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是2020年11月28号，跟陈勇老师的比武切磋，完了，这个地方特别难找。在不知道的一个地方的地方，完了，一般的车都过不来，确实特别难找。为了这一场切磋，坐车就是从深圳里头开车开了快一个小时才到这儿。完了，行了，终于能切。本来我是油管直播的，但是这信号实在是太次了。哎，哎，开完了吗，哥？开不开？没戏。您别下来，你把钥匙给我，哥。大门都锁上了。这个按照我们廖哥的话讲，管杀不管埋的地方是吧？对，没事，我自己录呢，哥，我自己录，没有对外人。得嘞，好了，行嘞，管杀不管埋。哎，一会儿要局间休息。您随便叫我名，没事。不是。那个局间休息还用吗？你不用局间休息了，哥。不是我就问呢，局间休息，如果局间休息送水，我能不能给你送龙那里呢？啊，可以，肯定没问题，哥，肯定没问题。你稍等，这手表得搁你这儿了。等会我搁兜里，我搁兜里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那兄弟来了。昨天接我们那个是吧？哦，不是我，李总那边的，所有的设备、装备、护灯，差不多了。我刚刚检查了都还可以，嗯，可以了。进去那边有点爬，但是还好，没事。这底下不扎脚就行，别的不带。
这也没关系。护裆，这是菲特式品牌。特殊时期可以当口罩使用。菲特式品牌，我们是支持国货，民族品牌。给菲特士做广告的，但是不错，菲特士质量很好，支持国货。廖哥，这车就是国货吗？这不是，是国产凯兰。美国品牌，中国制造。对，美国品牌，中国制造。Made in China。Made in China。再说了，人中美友谊万万岁嘛。穿鞋还是赤脚？我光脚。程老师穿鞋吧。几点开始打的？你上去就打。上去开打。你完了做个拉伸的。我得做。上去做也行吧。你在这把东西都换了。两根吗？两根。太随意了，都不做专业产生。就专业就是那个纱布了，哥。是，纱布绷带。对，差不多得了。那个戒指是，你这是可以尝一下就行。这个裤子是打雷雷穿的，2017年打雷雷穿的。没事，两个两个看哪吧，没事没事。去吧，老哥。其实挺好，打完了交流聊会儿天，挺好。对，没错，一种新的交流模式。哎，对对对。这个如果说咱们打完了和平的，很好。对，完了反应不错，我觉得。以后可以按这方式来、啊。对，以后就按这方式来。对，五叔之间的切磋可以按照这种友好的方式进行。对。这个比赛不是说我挑战的陈勇老师，不是啊。首先要说清楚，以后一交流，但是这是陈勇老师在2018年就是深圳电视台挑战的我。我一看陈勇老师也是一个武力大师，而且呢有一定的实力，所以本着学习啊那个友谊的态度，跟陈勇老师我就同意了去打。后来也是因为陈勇老师有伤，一直就没打。这位陈勇老师呢，痊愈了，就可以了。终于能打成了，终于能打成了。哎，稍等哥，我还有想要换护齿，在这儿。我想要护齿在这儿。好。
收拾。看看上边那热身呢。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说我打一场比赛容易吗？千山万水，跑在深山老林里头，就来这一场比赛。一般武术高手都住着人家喊制止的地方。只能两边双方就一个人录像嘛。对对对。那边先喝口水。没上来呢，没上来呢。这儿录像我们班了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你们的四面录像我留个，他们那边录像的留一个。对对。希望你不让留一下。希望就可以观看，但不要打手机打。对，手机不要。好，不要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好的，走。拿这个拿手机拿着，反正你。坐着拉伸什么的，我能进去吗？进去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小严，把那个吃饭厅门口的玻璃桌拿上来。玻璃桌啊。你上去吧，把鞋脱这儿，回头我给你拿下。脚把手把脚共享，你不知道我哪个位置了。他跳两下，我就知道。共享你咋找的？好，我们这个10秒，10、9、8、7，停。这会儿他就打不了，开不成。就吧？你可以举，起码叭叭叭敲响是吧？你快带手机来了，这机器来了，我就这一个。这我这钱我就看你了，你愿意下楼有喊停。OK OK。反正我的线呢。中途是2分半个，2分半是不是？1分半，2分半，2分钟，对，要不你来，你熟悉的他，你来。大家观看的都上这个，请在稍微离这网子远一点。介绍那个怎么介绍？介绍徐晓东吗？不介绍吧。介绍啊，好，徐晓东聊天。刚才那个张总不说了吗？就刚才主持这个。好，那个张勇呢？就张勇怎么介绍？就是陈勇啊。就介绍运动员呗，陈勇，对，辛苦。交流双方，不是运动员，就是交流双方。就武术都不提，就说交流双方。这边派一个人，是吧？
交流说吗？我在那边交流。陈勇是吧？这边的陈勇是吧？对，陈勇。陈勇。没有主持人吗？没有主持人了吗？有吧？没有主持人是吧？我们这边也有一个。你们一个，到时候我负责那边嘛啊，这边找来我。我这边行吗，哥？啊，这边行吗？这边有一大摄像头嘛，那个。那交通的场外指挥是场外指挥谁呀？我。好。上洗手间，上洗手间，还没讲。手机是你的吧？是我的。密码是什么？上次放下歌。他们应该把音量降低吧？没有。上洗手间，老师。不是洗手间啊。就这儿，应该就这儿，有狗就这儿了，已经到这儿了。那就带上，我准备了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，有狗叫吗？有狗，对，就这儿。再往前。完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你定啊。再往前有路，有路，再往上走，有车，停的车，停车。你让行我，让行我，让行这个。您到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狗不会咬你的。铁门啊！哎呀，就在铁门这边，是吧？就在铁门，有狗叫的就是铁门，就在这铁门里。是。先别伤了。听我啊！哎。
行，你先去，你先，你干嘛呢？嗯嗯嗯。啊，我把这东西捡了。各位观众，大家下午好。各位观众，大家下午好。现在太多太多，下午啊，咱们有观众大家下午时间还有下午，现在大家好，1月28号，你们不要录像啊！你们不要录像。那个他们就装备，我到时候给你们发这个。刚我一上来，咱们就可以了。刚我下也可以，他就上来。啊，对，等他们来，他们点头就开始。厂家计时准备好了吗？厂家队员准备好了没有？深圳西里有一场友好交流的对抗活动，友好的交流签合，红色的话你可以我的广播这个选手是谭老师，陈勇老师，徐晓东老师，这个这场友好交流活动已经行了，咱们开始了，准备。可以吗？可以了。打开一下。打开。我们讲一下规则。规则。你干嘛吃的？打开吧，怎么打开？告诉所有，不要注意，别让人先生别拍了。好。
衣服脱了，都带好啊。嗯嗯各位观众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11月28号，在深圳举行一个武术友好的交流活动。现在这边的运动员叫陈婷老师，这边是徐耀东老师。两位的友好交流已经持续了有1年多的时间。因为疫情期间啊，就这个活动就没有进行。现在这个双方已经友好交流签好了协议，正规的友好交流点到为止。现在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医护人员已经准备好了，计时已经准备好了啊。现在场上裁判北京王同倩，现在。就双方运动员进行规则进行讲解，运动员过来，不能插脸，不能踢裆，不能打后脑，咱们以交流、提高、促进为主啊。这个一会儿比赛完了，可能还有一个座谈啊，咱们要宣传咱们的政策啊。我现在开始这个检查一下这个双方的一些。来把衣服脱一下吧。告诉后边先生不要拿手机拍照啊，你们检查这个。哎，我想想你们后边。好，陈老师想想。不许插眼，不许后脑啊！来，张文泽，计时，预备，干！放心了啊！哎呀，不打不打。这么笨呢？哇，再挺一下，再挺一回，加油！干！友好交流，互相切磋，点到为止。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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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法打了，兄弟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啊！差点了。先录比赛结果。比赛结果。向观众那边，观众那边，观众那边。比赛结果。来来来，咱们那个张总主持人呢？那个有请主持人，有请主持人。张总过来，张总。这个天儿有点太阳，可能有点刺眼，这个。这应该是有点问题，这个有点刺眼。这个没关系，这都是互相交流嘛。现在这个这个国家就是主持这个。友好交流，这个互相的提高，这是正能量啊！正能量。没交流，咱搞不了。大家友好交流。
他打了一后手，凳子不行了。或者站着也可以啊。然后那个，然后选手啊，就踢了一脚，把自己一些体会交流来说一说，讲一讲。听说呢，咱们这比赛时间很长，可能有个3小时20秒吧。这个没关系，敢上这个擂台，就是好样的啊！这个陈老师今天都54岁了，54岁了啊，也是一段长篇练功啊，练功夫这一看也是长长，多好！这个看这虎头是吧？看这二头肌啊，这个很魁梧。50多岁了，按说都当爷爷了吧，是吧？这个年龄50多岁了吧，所以都当爷爷了，还能站在这个擂台上，进行友好交流，正经的啊，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向您学习的啊，向您学习。希望呢，这个咱们爱好者呢，多参与交流，互相呢多提高。这个咱们国家呢号召这个提高身体素质，是吧？只是说在比武当中呢，在互相交流当中呢，是不是注意文明啊？文明礼貌，文明体魄，这个目标就达到了。很轻啊，没法力。那个，咱们是听老兵，来。依然七年了。说了，就是这个七年了。不过，还是这个感觉，有一点的话，这个差距吧。但是的话呢，可能的确是的话，这个年龄的身体的原因呢、啊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感觉的话，这个力不从心。不过也没什么，很好，手动很好，为陈老师鼓掌。感谢陈忠老师这次上擂台，我们纯属是一种体育爱好、武术爱好者的互相交流。本来是去年的比武，只是因为疫情期间暂停了。那么这一次，我们只是完成一个契约，我们跟陈忠老师之间的契约。所以再次感谢陈忠老师能赴约，也感谢三虎体育可以举办这次我们的武术交流。同时感谢在座的各位理解支持，让我们一起把中国的体育和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。谢谢。好，那两位将有一老话啊，一武会友啊，广交天下朋友。通过这次咱们这个主办方啊，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大家呢通过交流呢，将来以后越来越亲，越来越近，是吧？这个比武还是这个交流呢？是以后呢，大家能成为朋友，这样好吗？陈老师啊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。我能走了，老师，能走了。穿的给我吓得一寸。来下去站着，彻底换去。拿了，我彻底换去，哥。
我是不敢说话呀，哥，生怕人说错一句话。嗯，我那今天这展现了一个廖哥，我跟你说，廖哥特别儒雅的小根本就没使劲，我就是个懂事。我候选等着，我一看别了，就那样了。前手打他，说算了，我不敢。你这没发力呢，还东哥。哎，我这跟小兄弟他想跟你抛个影。这意料，好嘞，感谢。这是丢人，我。可以来给他时间看。他没发力啊。那护士那盒，我没发力，我是前车。来，我给你冲冲吗？就是一下身就不要时间，上去噼里啪啦两下干，抬走算了。你看他打那儿，他都停了，他没追，他要追应该是扑过去 ，MMA 规则嘛，应该扑过去。停啥呀？你这你还能站着不要停吗？不行，这是就够了，别人给我留点面子。行了，补个软就算了，给打一烂算没必要，你把它弄得半个月的养不好有什么用？半个月，他扑过去，扑过去，他一个血也好。是我们的宗旨。对，嗯，行，嗯，反正操，没事，他晚上有饭吃。我操，给你准备四瓶酒给你喝，喝完再喝。勇敢，过去吧。去啊！我先送那个大的东西给北大，是吧？要送到北大之后再去吧。哇，我有点说说说，就是这次比武真的就是一次完成一个契约。就去年陈勇老师我们就约嘛，陈勇老师在深圳电视台采访说挑战我，后来就经过几次协商，陈勇老师今年其实不是五十四，是52岁，53。比我大一轮，他也属羊的，那么我也很尊敬他。这次确实是因为一年的约定，这次呢我们给打完，但是呢也是受到了种种的阻挠。实话，什么这舞协那舞协的，我就别点名了，那些个舞协领导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就以后你们要再要无中生有，黑我诋毁我的话，你们哪个舞协，不管是广东省深圳市还是中国舞协，是谁我挨个点名。你们舞协的副主席跟我关系特别好，我说中国的，那么我也不想点名那几个人，以后别在你们欠招。我徐晓东就是武林打假，我尊敬任何人。那么一旦我骂和不尊敬的，那一定是我们国家的败类，与民族的败类。比如说李毅这个傻逼，这个学者我也不多说了，在这里我也不骂人了。这次本来我想直播，但是这真的是为了这场比赛，我们跑到了山上。您看一下，我们跑到了山上，您往那边看，那他妈是山呢，所以也特别的无奈。为了这次比赛，我比打拳不用热身，但是准备这儿跑到这儿来好久好久，其实也特别的无奈。完了，也没法直播，只能录播。待会儿我往山下有了信号了，我再给大家发上去。世界的朋友们，我只是让大家告诉大家朋友们，我徐晓东是真实的一小伙子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是到处欺横霸市的人。这次比武只是完成我们一个契约，要有契约精神。而且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敢使劲。刺拳这正蹬腿只是大家也看见了，就撩起来玩。那么刺拳只是一个点。完了，陈勇老师当时就有点难受，我就不打了，我也不敢打了。所以我都这份上了，就希望大家理解。完了，今天的播呢就到这儿，我待会儿随后把这传到油管，也发到朋友圈。再说一遍，一切的一切。只是对于我徐晓东说个人实话，就是完成了一个契约，男人说到就做到就 OK 了，就做到就 OK 了。以后的事儿也是这样，再多说什么咱们明天吧。我明天去广州，明天广州在那家拳馆我已经发了公告了，开一个东哥的脱口秀啊，马保国专场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明天见。关了吧，关了吧。